切下一半来着。你买了个这么大蹄子了？是不？到这驴到这编号是什么意思？六年不缠蹄子。后面的蹄子不太长，主要是前面的蹄子啊。哎，不硬哎！你看没有试是不是啊？我靠，他走的，浇完水就完事了。我说这蹄子得费劲倒是留着，这么倔。稍微卷着点，但不是双头。对，加点水。这样啊，就是一半。切下一半来着。切下一多半。好的。找土有愧没，就是切下来这两大块，看一下里边都已经捂烂了啊。好嘞，哟，这里，家里，好嘞，家里。
家里，家里。他这个贵啊，还上来一个没成交的，收场也找蛆了呗，你看那营，哎呀，都坏成这样了，怎么？好嘞，还是这个主人好啊。呵，这个蹄子也坏了，两个后蹄都是坏蹄啊。这是切下来的蹄子，是坏蹄啊。你看切下来的蹄子。这么大洞都是空的，并且糗了。一会儿看看师傅怎么给他治。哇，这个这头驴小产了。小产的驴。混子是那驴蹄了呗？驴，是呗？不是。不是。腰蹄就是。看这，看这肉蹄子，看着吧。啊、哦。麦子里。这走了多少了？驴，走。鱼好嘞，还能出红印来呢，是出个心的，出心那么大窟窿，哎呀，不提他里面吧，师傅，这窟窿是一种疮啊？不是不是，这是这，你不他这，死哪了里头？啊，这个驴走大怪呀、啊！不管，看着长。一走到靠，就跟着空了似的里头，就是空的这个，嗯，切开就是空的。你看这也坏了是呗？就是他走道的时候，哦，跟着人穿着皮鞋走道似的，靠。把那一块都得挖了。好久，这块黄的成了死蹄了吧呀？是，见风结的。哦，见风。这坏了，还坏着我呢，看到吧？这么深、啊？就是大风蹄呗，是吧？啊，那是正把尾翼。这塞满往里头。你这要扣外户是吧？不能过三天得跪了。你这样的，不跪了。不修。不修不粘。乖。嗯，不修就得乖。